前有座山，山上很奇怪，此山叫做怪物山，怪物们都很可爱。老大老大胖乎乎，小马脑子转得快，狐狸是个小女生，牛头哥哥长得帅。喂，这样也叫帅？有没有天理啊？小青姐姐最美丽，鞋子从来磨不坏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脚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唱唱跳跳别大叫帅，别看样子怪，其实我很怪，怪物山上乐开怀。天上玉帝天然呆，德古拉伯爵他很宅，龙王爱看连续剧，女巫用水晶球点菜。我晕，怎么又死机了？猫王英雄爱捣乱，每次都会被打败。其实我是个好人，谁信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魔法仙术猜一猜，别看样子怪，其实我很乖，怪物山上乐开怀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不是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听。听什么听？你当我傻呀？你们今天不给我说清楚，谁也别想看到宝藏。我，这一定是你们带来的霉运。宝藏都赚不到的人，还在这瞎废话什么？你们，咦？那是什么？我的！哎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跟我抢，就凭你们那点计谋。不过这盒子这么小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夜明珠、皇冠、玉玺。大王，赶快打开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又是一张藏宝图。哎，混蛋，这是什么字？我完全看不懂啊。哎，马面哥，你好有才哦，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五行山呢？呸，少做梦，想达到真正的宝藏，就老实的跟我们怪物山合作。合作啊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完全可以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合作了。我知道怎么开门，看我的！大碗刀削面浇两样西红柿，鸡蛋小炒肉，炸酱卤，开门吧！哎，这怎么会？走开走开！喊什么东西这是？中碗紫米核桃红枣，芝麻臭豆腐，怪味粥，开门！这山洞跟之前那个也差不多嘛，真是！累死我了！狐狸，你走路能不能小心点儿？我也不知道这里会有陷阱的嘛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快往前走吧，找到宝藏才是王道啊！小心一点。喂，你们快点走啦，这样下去天黑了我们也走不出去了。哎，Thank you.
英雄，快快放下那石头！为什么呀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独吞的。哎呀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快放下！这是一种放射性极高的矿石，任何拿过的人都会被辐射死掉的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办呢？又是一张地图。这次是什么？特号菠萝橘子哈密瓜味棉花糖开门。又是一张藏宝图。哎，盒子底面有字儿，凡戴了这枚戒指的人都会被香蕉皮滑倒100万次。这是一枚被诅咒的戒指，猫王快摘下来。这香蕉皮哪儿来的？刚才完全没有啊。我算明白了，根本就没有宝藏，这全是法老王耍我们玩呢。那这张图我们还要不要去找啊？去啊，当然要去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？不能气馁，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牛头说得好，万事都是个坚持，也许这张图就是法老的宝藏。让我们朝着宝藏前进吧。你们还去吗？坚持，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里。羊肉咖喱洋葱炒烙饼丝多搁蒜蓉，开门吧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！皇冠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真正的宝藏了！我们一共找到了7枚巨大的钻石和金皇冠，这一定就是真正的藏宝地。坚持下去果然是没错的。老大英明。不，这墙上的铭文说法老王珍藏的宝藏并不是这些钻石啊。那这些钻石是什么？真正的宝藏在哪里呀？我们现在找到的只是开启宝藏的钥匙，只有将这些东西全部沉入这个水池中，才能打开真正的宝藏。这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做人不能太贪心，要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我觉得牛头和狐狸说的对，沉了这么好的东西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们怎么可以被眼前的小恩小惠迷惑呢？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？什么叫做坚持到底？到底了吗？现在到底了吗？放心，我相信最终的宝藏一定比这些钥匙贵重好几万倍。不要再迷茫了，你们忘了我们最初的目的了吗？寻找最后的宝藏，坚持下去。牛头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拼了！
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我们用钻石换了报纸。当时法老王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巫师，用最强大的时光魔法将这一最珍贵的未来之物呈现在法老王的面前。这是法老王最心爱的宝贝。有时候努力了很久却一无所获呀。不，老大，您错了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最终的结果，是努力的过程。说得好。是啊，也许最终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，但是我们经历了这其中美好的过程，这就足够了。听了你们的话，我觉得豁然开朗啊。不管能不能达到我减肥的目的，我至少要保证这个过程是美好的。天空蓝宝石，云朵棉花糖，大树都活了一千年，会说话的猫头鹰住在树上。这就是怪物山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走遍了世界我才知道，天堂一直就在我身旁，梦里的一直是故乡。